每天晚上同一时间，欢迎所有的帅哥美女收听 FM 2387，有多晚独播的音乐电台。这里是心灵驿站，我是 MyC 水观音。在我们的生活中，看清了很多人，却不能随意的拆穿；讨厌着很多人，却又不能随意的翻脸。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需要你去默默的忍受，淡淡的看开。为你送上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那英的《默》。忍不住化成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有一种距离，当越走越远后就再也走不到一起。有一种爱，不是每天都挂在嘴边，有可能永远都会无人知晓。有一种执着，是与生俱来，就算地球毁灭也不会改变。有一种性格，明知是爱的，却不知如何去表达。有一种感情，不算刻骨铭心，却一生只爱一次，永远都不会改变。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欢迎每天晚上的22:27走进2387。为何爱判处终身孤寂，挣不脱，逃不过，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结束了一天的疲惫和工作，闭上眼睛，聆听着每一首由心灵驿站为你送上的好听歌，慢慢去舒缓你的心。还会记得曾经那些年，我们都有着一个梦，都曾为那份梦去执着过，有过痛苦，也有过酸楚。那些年我们心中都有一份无人知晓的感情，爱一个人胜过爱自己。那个时候的我们总以为只要有爱就够了，所以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当再次想起的时候，谁都不免有些心痛，因为我们总会觉得那些年我们许下的那些誓言是那么的幼稚，那么的可笑。从那以后，我们明白了成长、青春教会我们什么。默送给你。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聆听每天晚上的心灵驿站音乐电台。我不是你感情的专家，只是每天晚上你音乐的使者。无论是联通、移动、多玩客户端用户，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心事，点播你喜欢的歌。我是 MC 水观音。深海里青春是场远行，再也回不去了。青春是场相逢，永远忘不掉了。青春是场伤痛，懂得太迟了。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谢谢每天晚上都有着我的真爱粉们和我一起相伴着度过每一个孤单的夜晚。其实有时候静静下来去想一想，很多的事有时候轻轻地放下未必不是一种轻松，有些人深深地记住未必不是一种幸福，有些痛淡淡地看开未必不是一种历练。所以我们不应该再去纠结曾经那些让你伤痛的感情，曾经的我们拥有过的，希望你不要去忘记；我们不能得到的，希望你更加去珍惜。属于自己的，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不要放弃；已经失去的，就把它留作回忆吧。去你
一首默，关于那些回不去的过往。收听完之后，你是会去遗忘，还是会去珍藏 ？FM 2387，我是水观音，谢谢您的聆听。